齐薇姐姐、尚雯婕姐姐、何洁姐姐、刘星姐姐、郑妮可姐姐、陈丽君姐姐、Mary 姐姐，还有郭碧婷姐姐，成为我们的一工队长，祝贺各位！谢谢大家。Your name is on the list. I know. Number five. 哎呀，队长，真的很心慌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会是队长？好想看郭碧婷当那个队长。大家这集合啦！其实我平时也在做很多管理，我家还养很多狗狗嘛，然后我也得去管理他们。狗狗在沟通上会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呢是可以对话、可以交流的。加油！好。我现在大概的捋出来的是。大家投票也投这些歌，投的人越多这个歌需要的分数就越高，然后我们随机抽小卡片，然后上面有分儿，拼手气就是选个喜欢的颜色好不好？有绿色吗？这个是 OK。 国关卡跟抓阄没什么区别，纯运气，这挺好玩的。现在你们可以刮开图层确认分值了。助我一臂之力啊，同志们！如果你们想要了解其他队长的得分情况，可以多多观察其他队长刮开图层的反应。姐姐，考验你们演技的时候到了，真的。尚雯婕姐姐有一点假笑女孩的感觉啊，表情管理。八个队长里面只有两个一分，我就是那个两个其中之一哦。在我刮开第一张卡的时候，我心都碎了。我最喜欢的两首歌，一首是《热冬》五分。另外一首是《六边形雪花》要八分，任何一个喜欢热冬的人，只要他第一张刮到五分，这首歌就没有了。再见，热冬，再见。我的首选就是热冬，热冬正好是五分，但是我有个阻碍，就是如果戚薇也抽到五分，他也选热冬的话，那我就不能选，不然我这五分就没了。他说雪是第一选择，第二选择就是热冬。但是呢，我是第六名队长，然后如果我选了热冬，那如果别人前面六位队长选了热冬的话，我就被打回原形，我就可能又是零分了。我想再考虑一下，请各位队长进行选择。可以这一轮不选对吧？可以不选，这个要先下手，越往后竞争越激烈，越强。好的，那么现在本轮选歌情况已经确认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是否有人拿到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尚雯婕姐姐拿到六人曲《热冬》，恭喜，好厉害呀！尚雯婕很厉害嘛，她第一轮就敢下手，很多人都会想说，我再攒一点，还好，哇、oh, wow.。热冬真的太危险了，前面几位姐姐们都是唱跳型的，从整个保守的方案来考虑，我觉得我还是保发如雪。本轮歌曲已经兑换结束，还有七首歌曲未被兑换。你的选择权是非常高的，但是我要抽的好，宝贝，你第二轮除非运气太不好，分数实在太低，只要够分数，没有人可以跟你抢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啊，但可是要抽到啊。那两次都拿到一分，还有啥可抢的呀？我还是想要拼一下发如雪，反正拼不到，我还是那你就是等轮空嘛，等轮空。反正你，对，我就赌陈奕迅的运气没我好。我觉得戚薇姐应该能拿到吧，她那个积分是第一名啊，好像，但是她不一定她的刮刮卡哦，对，会不会有一个五分呢？如果只要有五分，发如雪就是我的。
跟我预料的一样一样的。啊！I got 10 points. I got, I was like, oh, it's my lucky day. It might be a good sign. I was like, mm-hmm. oh, oh. 这种抽签啊，刮卡呀，这种事情我真的很不擅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现在开始第二轮歌曲兑换。究竟谁会拿到心仪的歌曲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 Mary 队长拿到了三人曲《留不住的雪》，郑妮可队长拿到了五人曲《Don't Start Now》，陈丽君队长拿到四人曲《发如雪》。我的发如雪啊！丽君也合适这首歌，丽君合适这首歌。恭喜何洁队长拿到六人曲《六边形雪花》。感谢上天，没想到可丁可卯八分，一分不浪费。那刚刚八位队长当中最后一位投的丽君，纠结了很久。这是你是不是你的第一意向歌曲？其实是的，但是呢，我本来还想挑战一下的，但是我想挑战的那个呢，早就被他选走了。上文杰吧，你想挑战我这个？我觉得我这个呢，其实我是很妥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选的。丽君，你知道吗？我的首选是《发如雪》啊，真的吗？我为什么想选《发如雪》？是因为我选秀的时候唱过《发如雪》啊，我想重新再给他掰过一个版本。后来为什么？后来因为积分不够。他要分够呢，还有你的事儿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好，那现在还有三首歌曲和三位队长尚未进行选择，那我们就会按照队长的由高到低的排名顺序，依次在剩余歌曲当中直接选定你心仪的歌曲。所以七位队长，我要求助一下现场的姐姐们，你们想看我选哪个？热恋情节。热恋情节适合你一些。OK， 我听姐姐们的，我选热恋情节。好，七位队长直接选定热恋情节四人曲，恭喜七位队长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我觉得热恋情节也不错，我觉得比有你再好一点。我肯定是要选个跳舞的。这个太可爱了，这个不适合你。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反差一点会有意思。过分反差过了。反差过头了。但你不觉得那样很好玩吗？你选。我想选，你选。我现在有点想选。不来你好，我现在有点哎，不是，我就问你，如果说我选这个会不会很好看啊？我说我说我选这个，你会不会很期待看一下到底是啥样？啊不！行姐，你这行杀了我吧！啊，刘星姐姐，到你选曲了，热恋情节被选走了，现在只有两首。我现在就直接说我选的，对吗？你慎重啊！你慎重啊！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。他疯了，他疯了。七和八，大家想看我选哪个？七，有你在。他小田哥，你要小田哥？你们疯了吧？好，听你们的，我选七。恭喜刘星姐姐选择了五人曲《有你在》。哇，我好期待。可以的。一个是风格，就是我也想做点我没做过的事情，一个就是因为人数的关系，我希望我的队里是热热闹闹的，就是人多一点，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这个有你在。那么接下来郭碧婷队长，你将直接获得我们的三人曲《雪落下的声音》。